個神秘嘅足球火倉啦，因為想同大家講下波。呢個地方係優㗎，幾千尺㗎。不過而家我哋影一 part 俾大家睇下先。識中文啊！間屋係由細到大係扮唔識聽廣東話，其實佢識聽曬嘅。第一日嚟嗰陣時候，你已經接受訪問，已經喺電視度講中文啦。哇！我睇翻嗰啲訪問，我真係唔想睇。喂，羅，我諗係一球波係一個罰球，好似個波彈兩個。跟住 when 咯，其實我講嘅西班牙文唔係講緊中文嚟。香港歷史以嚟嘅咁耐以嚟嘅足球員，邊個最好睇啊？但係我最想鬧就係瑟維爾，瑟維爾真係唔爭。OK 喎，第一場，唔好即係第第場，因為和咗啊嘛。但係巴黎呢幾個月就冇波打，即係快咁已經腰斬咗啦。即係究竟佢個狀態？唔係啊，尼馬好多波打喺巴西。唔係阿優咧，有一段時間都係比較反叛啲嘅。反叛。唔係，其實講起咧，阿元真係有啲傷心。點解咧？講啦，唔好撳我咯。